你看这面包在那搞，哪个呢？结果还是一摔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好的，你收两个。那我也种子结的，都快生，大几年，大几年，几岁？你还捡两个？是。这个就要两个。现在做早稻，哪个有陪跑的？打这也打不跑的。你还要得不得？要得。哥，有瓜我打就等，当时就给做早稻了。结的袋子。我抓到标记了，最好是就是你这路。 我换起腰带路，腰带路下锅子嘞，腰带路。我也才过，我跑起来摔摔。没得跑啊。好的，你是从哪个车子摔的？你那个车上搞的？你梯子要看一下的，梯子不弄哪去了？我来搞。 搞一下，搞个团子装出来。搞团子装出来，不得搞一下。他也，他也那个狗那个抖音高头割不好快的啊，那个人路。那他是按？你要就是慢点割，他还是可以搞我们快的，他放的时候快的搞，搞快放，还不是可以？啊。他那，你要把他那个小姐嘛啥子漂亮的，要啥子不能搞，要放啥子，像你还是可以跟我们年轻十几八的小小伙子。他搞不好。啊，行了。 你要相信管香肠就管，那不管那也可以，你们干他们。对，只要钱。你要把，你要把二哥拿到那个的，是个双毛，是三毛佬。 打油啊，打多大就。那为五百斤他们卖代表的两个种，是吧？我们些啥的钱不是了不得。那你就我给我搞不搞晓得呀？那个那边给他搞噻，这边两下六十搞不？好好好，那搞不？我们要把后果拿了才搞。小姐妈，那就是肥肠的。 嗯，昨天你看那布泡的蛮粗的，那个肥肠，真的没泡沫子买那个一截截的了。那边治不了嘛，那个家的。嗯，江光钱把你个房子搞到搞120万。耍搞的120万，那。 给他钱了一个，那他用了完了，他一万给十万，干油他们，他一年去洗他的时候，他再一个月，也还有2000多的退休工资。你那烟的时候呢，把那点那个骨头那个火开不啦？他们那没的，三百斤鸡好像搞成这么大。是，嗯。